人有点多，但是问题不大哈。看我如何霸占皮卡多，打枪 ！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大哥，大哥，小弟先走一步。你们好好玩，小弟先撤退了。这个短喷不行啊，这短喷啊，这短喷真不行。哦，哈哈，枪来了。孙子们，大油回来了。快受死吧。一个丫的。神才。爸爸回来了。那都去死吧。九八 K。爸爸回来了。都在楼上，呀，我没子弹，大哥。回来了，去死！看到了，在这儿。啊，看到没有？在那儿。列队 ，nice 啊！爸爸说过我要回来占领的，哎，不然，在这儿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大哥，你吓死我了，我又没子弹了。对不起啊，神奇 98K， 招呼你了。还有人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赶紧赶紧放回，放回来。你丫的瞎子吧你。哦吼，挺肥啊，应该没人了吧？这下真的应该是没人了，这下将近灭了两队。哦，回去把我的九八 K 拿回来。哇，吓死爸爸了，这很吓人啊！这个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。哎呦！我其实很想说脏话的，你知道吗？就特别难受。